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笔吗？印章，不是，这是印章笔。对，这个我们家小朋友超爱拿来玩的，所以已经有两个不见了。它上面是什么图案？里面的印章就是什么图案？苹果。嗯。哦、oh, ，盖印章的笔，所以它可以做那个画画的时候做那个叫什么装饰吗？把一个小小的印章做那么大一片干嘛？因为它就比较好拿、啊。那其他还有别的图案？这个是花的，花的图案。然后还有云朵，嗯，像这样子。哦、oh, ，看不大懂，有大概有像。这就是印章笔是吗？对，印章笔。那可以像那样子画画一样弄出一长条吗？画画一样可以啊。哦，也是可以的。它就像，它只是它里面的头是那个有造型的印章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就是印章笔。